这是还没有开的，然后这就是这个要开的，然后这个是已经授粉了，已经着果了，它的花瓣还在。因为台东的空气、土质还有水质都特别好，都没有污染。再来就是它这个水果哈，日照越充足，它越好吃，越甜。我们这个从东岸太平洋太阳就直接升起来，第一道曙光就照到了台东，这是最好的。这是一颗呢，这个即将成熟的这个传统释迦。目前在台东呢，虽然它是传统释迦哈，但是也经过改良，这种叫做大木释迦，有别于以前最传统、最老旧的那一种叫做小木的释迦。这个颗粒可以啊，照顾长到差不多一台斤。0.6公斤，凤梨释迦哈，它就是夏奇果不能吃，哦，它不喜欢热，所以它夏奇果要摘掉，我们只留冬奇果，冬奇果它才会正常熟成才能吃，然后它的甜度是会比较甜的，会比较腻一点。那有些消费者的话不喜欢吃这么甜，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吃大木。凤梨释迦其实在寒冷的地区的人口是很喜欢吃的，北方人他们非常喜欢吃凤梨释迦，他就是要吃很甜的。现在算释迦的盛产季哦。这一季是算开始算冬季果，啊，夏季果已经收完了。嗯，哎，那夏季果跟冬季果有没有什么差别？夏季果天气比较热哦，它会比较快熟，它会成熟的比较快，甜度会稍微甜一点，啊，冬季果会比较清甜这样。它这个有缝隙啊，缝隙，然后它会开钩这样，然后看它的颜色去看，它越开就是表示已经快成熟了。现在我装的这个是大颗的。等级像这个一颗都一斤以上，这个我们释迦哈，就是要挑选像这样子，这个木很大，鳞片很大的，它的这个鳞片越大越厚，然后它的果肉就会越多。我剥一颗给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的，这样子剥开。它的皮很薄，然后肉又多，吃起来就是皮薄肉多，籽又小，对，真的特别好吃。凤梨释迦不降耐储存，而且它可以冷藏保存。一般传统释迦的话，就是不易保存。